晨宝贝母亲节 Q&A 时间，有请陈轩及玉晨。妈妈平常都叫您什么？吴玉晨。他最常对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写字很棒。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妈妈做的最好吃的菜是什么？鸡肉汤。你们最喜欢一起做什么事？做汉堡。母亲节快到了，你要送她什么惊喜？送玫瑰花。母亲节快到了，请对他说一句话。祝你母亲节快乐。妈妈平常都叫你什么呢？罗晨轩。他最常对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帮我做事情。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？做菜。妈妈做的最好吃的菜是什么？饭团。你们最喜欢一起做什么事？多大？母亲节快到了，你要送她什么惊喜？大扫除。母亲节快到了，请对他说一句话。天天快乐。好，谢谢两位。